独木桥。小魔术师熊二又要给大家表演魔术了，赶紧一起去看看吧。这回表演什么呢？熊二，你能不能快点呀？就是，快点，快点！本王自敢打赌，我吃完两根香蕉了，还没有弄好。啊，好嘞！哎，大家看，这是一片普通的叶子啊。然后俺放在手上，再盖住它。这次我要看懂他的魔术。啊！搓一搓，然后吹一口气。没了。啊，再来一次。熊二啊，你的魔术是不是退步了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要不啊再来一次。看，咋还在呢？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好消息。蹦蹦。大魔术师丹顶鹤先生明天会在隔壁森林举办魔术表演。啥？本王子也要去。说不定丹顶鹤先生还会教俺变魔术咧。哇，真漂亮，丹顶鹤先生肯定会喜欢的。是熊二，熊二，等等我们！熊二，你怎么不走了呀？吉吉，你干啥叫俺呀？吓了俺一跳！本王子又不是故意的。我们快点走吧，迟到了就不好了。熊二，你怎么还不走呀？俺害怕。过个独木桥有什么可怕的？要是不小心掉下去，多吓人呀！别怕别怕，有本王子在这儿呢。不行不行，俺害怕，俺害怕。吉吉王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你走在本王子和毛毛的中间，这样有我们保护你，你就不会害怕了。对呀对呀。好吧，现在不害怕了吧？好像真的不那么害怕了。熊二，我们走快点吧。快点儿，光头强！来了来了！啊，光头强，你们坐在这儿干嘛呀？熊二他不敢过独木桥。独木桥有那么可怕吗？一点儿也不可怕呀。这水很浅呀，走上去也不会滑，也很结实呀。有了，熊二，你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带你过桥。哎，这就像玩推火车一样，嗡嗡嗡！嘿嘿，俺要玩，俺要玩。小火车要开喽！呜呜呜呜！熊二，你怎么不走呀？熊二，站起来！
俺腿软了，俺不过了，俺要回去。熊二，你别后退，这样很危险的。熊二，要不你像我这样，用四条腿过独木桥，这样可安全了。王子也来给你做示范，看好了！哇哇，吉吉你好厉害呀！哇，吉吉王子好棒！俺还是害怕。我来带你走，跟好了。熊二加油！加油，熊二！加油，加油！狗脸！熊二。熊二，别害怕，快点过来，就像刚才那样。啊，不要，俺害怕。啊，要是俺长连翅膀就好了，俺就能飞过去了。啊，现在怎么办呀？俺不能去看丹顶鹤先生的魔术了。也许有一个人能帮熊二过独木桥。谁呀？丹顶鹤先生。可是丹顶鹤先生怎么帮忙呀？哎，蹦蹦强，你真聪明。嘿嘿，那当然，我可是未来的大发明家。那咱们快点吧。熊二，我陪你。害怕。熊二，熊二，熊二，你快看是谁来了。嗨，你好啊，熊二。你好，我听说你害怕过独木桥，特意来看看你。我还听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个礼物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你现在能送给我吗？现在能能。可是俺怕过独木桥。哎，有了，等你过来了。我请你当我的小助手，和我一起变魔术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俺要当小助手了。熊二别怕，勇敢一点。加油，熊二加油，加油。站起来了。加油啊，熊二，来跟我一起变魔术。加油，熊二，马上就到了。加油，加油。二一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熊二。熊二他过来了。是想帮你过独木桥的。原来丹顶鹤先生没来接俺呀。可是熊二，你自己过了独木桥呀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是你自己走过来的呢。俺自己过的独木桥。哇，蹦蹦毛毛，谢谢你们。光头强吉吉，谢谢你们。其实过独木桥也没那么可怕。不用客气，我吉吉王子最乐于助人了。俺们赶紧去看魔术表演吧，不然该迟到了。看魔术去。看你魔术表演真好看。是啊，丹顶鹤先生好厉害呀。两边都没有。然后熊二，你在干嘛呀？俺在学丹顶鹤先生变魔术呢。蹦蹦桥，熊二，快点过来。你们快过来呀。哦，俺来了。小朋友们，
在光头强他们的帮助下，俺终于不怕过独木桥了。你们的好朋友遇到了困难，也可以帮助他们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